加班呢，这两天我们公司组织去旅游，我的工作又特别多，老板就没让我去，说是回来以后再补偿我呗。他们都已经去了2天了，我这两天天天加班到特别晚。没事儿，我早就把门锁上了，反正这个点儿也不会有什么人来的。好，这两天再约。拜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的路上发生车祸了。他们都死了，就我一个人活着。你听见了吗？就我一个人活着。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公司集体出游不幸遭遇车祸，车上人员无一幸免。你现在还在加班吗？